各位校友及来宾，请坐。今天有八位圣职人员做分送圣体的服务。主教以及金思博在前面中间分送圣体，另外在圣堂左右两侧、后面、小圣堂和楼上都有神父送圣体，请教友们等神父们就位站好以后，才离开座位，列队依序恭迎圣体。非天主教徒的来宾，请留在座位上。今天弥撒结束后，可与教友们一起前来领受新神父的特别奖唱。第五首主题曲《何处有人，何处有马》。我心有无限的爱，我生活在你。
静坐。现在新思国卢神父要以叩拜礼感谢生养他并全力支持他的思国圣招的爸爸妈妈。
公园出警，还有很多秀士。大家好。好。凌晨四点半就这两个起过了，我今天睡不着。晚上突然间心跳得很快，十年之前也是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留在台湾。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走，失去了团体，失去了方向。我们主教座谈后面是主教公署在五楼有一个小座谈，我每天进去坐下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掉眼泪，然后指着十字架说：“天主，你在吗？你在台湾吗？好像你不在台湾，因为我现在很痛，因为你在的话，我应该要快乐。兄弟，对不起，不要跟我爸爸妈妈发言。我以为走在这条路天天快乐，但是不是。我第一个经验是孤独到不知道怎么走。我的那时候，我的房间很乱很乱。每天上完中午的课之后，我就当哑巴，因为没有聊天的对象，每天房间滚来滚去。有一天在房间的角落，我不常看的圣经翻开着，有一句话非常吸引我，就是不要害怕，触动了我的心，一直到现在。走在这条路，有在这生命当中很多很多面对挑战。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勇敢的，但是一方面是害怕。我当丈夫，现在当丈夫，但是前几天我就害怕。我不是害怕我当丈夫之后我要照顾我的养子，我不是害怕当了丈夫之后做很多事情，做这些都是不是，就是害怕当丈夫这个状况。我相信在场的每位丈夫都会肯定承认，没有一个丈夫靠自己一直走到现在，我也是。真的是我，虽然是体验到天主的召唤，但是我一直到现在，不知道天主为什么召唤，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要达到天主要我这个答案，继续努力。刚刚经过典礼的时候，上次是典礼的时候也是主教问阿神父，他有资格吗的时候，我的心非常失控，就想要掉眼泪，因为我好像我真的没有资格，但是我愿意要资格的。
虽然我现在开始做事做错，但是请放开一下，你滚蛋个一夜，最后一夜，我们大家一起念错做好。进入大学院就能成为神马，经过出水就能成为一股神马，是我大学神马大学我被保护才能被救助为一位神马。谢谢大家，我感谢我的前辈刘主教现场接纳了他，那么也谢谢他的父母亲和家人愿意让他来台湾，并且我非常感谢这一路陪伴他所有的恩人们，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条路是靠着大家的陪伴，他是需要团体的。他虽然感觉到孤独的这样的经验非常的多，但是他也知道他也是靠着团体的力量走过来的，所以我也代表教区感谢所有的恩人陪伴他，让他能走到今天的这一个地步。那么也诚恳地请求所有的来宾们还有他的朋友们能够继续为他祈祷，因为他刚刚也说了，这只是开始，还有很多的考验跟磨练，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宠。我们在团体中间，我们有力量，因为耶稣在那里。之后